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是麦斯光流的 Photo 摄影师 Max Man。好多谢 Wedding Magazine 今年决定颁呢个奖俾我啦。今次攞呢个奖咧，对我嚟讲系一个好重要嘅肯定嚟嘅，亦都更加感激各位新人一直以嚟嘅支持。你哋嘅认同对我哋继续影落去一个好重要嘅原动力，同埋亦都要多谢一直以嚟合作过嘅 partner 啦。你哋嘅专业令我嘅工作更加放心同埋轻松嘅。在无论婚纱或者婚礼摄影，我都是追求拍摄有温度的相片，影相的景点、道具和衣服是非常重要的，但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始终都是人。一对新人如果能够投入认真去拍摄的话，我相信都很容易可以出到一辑靓相的。而我认为婚纱摄影师的价值是引导到新人去投入拍摄，从而拍到一些对他们有回忆有价值的相出来。正正因为这样，我觉得新人在选择摄影师的时候不妨认真对比一下，还有看多几间才做决定的。希望将来有机会见到大家了，拜拜。